中途离场肯定是因为他心里有着巨大的难过，因为 Rock 是一个很讲理的人，他依然这么做肯定是情绪有了波动。他能站在舞台上讲这个事儿就已经成功了。真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只对你自己有意义的，别人感受不到，但这些东西就会折磨着你。但你又不得不说，因为你走到这儿了，你不说这些，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会显得非常的不重要。这个稿子谈不上期待，但对我很重要。对，就在舞台上见吧。让我们欢迎 Rock。9月14号没事儿。而且我有一个梦想。大家好，我是 Rock。今天给你们讲点我的故事。今天的主题叫我还可以再燃一次。对我来说这是个疑问句。我还可以再燃一次。然后我这辈子干过最燃的事儿，就是小学的时候把我们班教室点着了。然后内蒙的冬天都很冷，然后我们那时候教室会烧一个火炉子来取暖，然后值日生就负责往里边加炭。那天我加进去一块炭太大盖不上，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放回炭堆里。那一天我们就没有上课，同学都很高兴啊，很燃，我也很燃，教室也很燃，而且燃了很久。我这人真的是从小就不靠谱，你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如果你跟我发微信，你会看到对话框上面写着对方正在输入。我估计我经常会把人聊睡着，你知道吗？但他起来还是会看到一句话，写着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有时候别人给我发信息，我也会假装没看见，你知道吗？放几天再回他，然后说：“哎呀，怎么不打个电话呢？是吧？”把责任推给他。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其实很多问题放一放就没有了，对吗？啊，你说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放一放是吧？过段时间自然就没有工作了。我不没有工作了。生活上也一样，比如我有个同学，叫我回内蒙参加他的婚礼，半年前，我最近回复了他，他已经离婚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知道吗？就是遇到困难放一放，实在不行就放弃。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放弃不能解决的。高考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放弃了高考。创业太难了，我放弃了创业。朋友跟我借钱，我放弃了朋友。一路放弃过来，你知道吗？我还放弃了一段婚姻，我离婚了。在这儿我会停顿五秒，给你们一点时间。信息量确实有点大，对吧？我看得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啊，他离婚了；第二反应是啊，他结婚了。挺早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没有来上海，也没有做脱口秀，也没有上节目，就什么都没有。那段婚姻就是我当时生活的全部，你知道吗？所以当他结束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真的就是就很自由啊。但我爸妈不这么觉得，你知道吗？我妈每天看我就像看一张遗像一样。他们就眼里全是悲伤，你知道吗？他会一边摸着我的脸，一边往我脸上叹气。唉，可怜的孩子。我说妈，我还在啊。你结婚不会让你了解一个人，结婚只会让你越来越不了解一个人。然后结婚的人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怎么是这种人？
结婚也不一定能证明两个人就是真爱，但离婚可以。当你和一个人经历过争吵、绝望，经历过分割财产，最后把他的昵称从宝宝改成孙子，然后你们还能做朋友，这才是真爱。我和他现在就还是朋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还知道他现在养了一条狗，也叫 Rock。我都能想象到有一天他会带着小狗 Rock 去做绝育，他得多开心啊！啊，来 Rock， 乖，哎呀，这样以后就不能出去祸害别人了。那录节目之前我还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可能要在节目上说这个事儿，我就想先告诉你一下。他想都没想就说：“哎，没事儿，我懂，喜剧嘛，你随便编是吧？想编什么都行。”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但他们认识你。我真没编，知道吗 ？Rock 做手术花了2000多。最后，我还是想回到比赛，我想说一句燃一点的话：离婚的段子我还有很多，半决赛讲给你们听。谢谢大家，谢谢。三秒钟，3、2、1，请锁票。欣姐怎么样？信息量是不是有点大？真有点大，有点接受不了。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有点高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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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油。我听说你是一个就是很不喜欢讲自己事情的人，你为什么是怎么谁说服了你？就李诞一直在逼我嘛，然后没有没有，其实并不是不喜欢想自己的事情，是因为这件事儿可能确实会有点难。这件事儿为什么会有点难呢？因为涉及到别人，我会觉得对，所以但我还是觉得一个脱口秀演员就应该在台上讲自己最大的痛苦，去讲你一些真正影响过你的事情。所以是这个一直支撑着我上来讲这些事儿，对。实际上这个也应该讲。是的，对。再有一个，出租车客人下去了才把灯牌亮起来的嘛，对吧？谢谢老师，谢谢于老师。我感觉今天你的状态不是像来参加最后一期冲刺，对，没斗志，但是好像跟自己有一个交代，我是有这种感觉啊。是你突破一个心理底线是吧？嗯，挺难的。这个让 Rock 突破自我，其实他看起来很没少喝酒，可能看起来很 Rock， 但是内心是一个敏感的人。你是把大量的素材还留在半决赛里头的吗？对对。苏宏哥哥，这次让你在台上来说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对 Rock 老师还是有点感情的，因为。Rock 老师跟庞博是我之前去吐槽的时候的两位指导老师，所以我看他们俩有点感情。然后其实我很怕他，因为我每次在台上的时候，然后他在下面这样子盯着我，就是讲梗的时候也不笑，但讲错了，这样子，所以我有点怕他。但是我当我看到他在台上的时候，对，如今我的老师两位并列第七啊，两位老师加油好吗？加油好不好？有了有了，老师，太有梗了！脱口秀大王，你怎么了？我就是给你当王心刀的吗？所以，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挺心疼他的，尤其是这种看起来越坚硬的男人，在台上去抛弃自己的时候，我是对，我是没有这个勇气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他，我不敢讲，是因为就是我很难说说吧。今天都说到这儿了，怎么离的？来，我们数。我那次离婚呢？要说没有，就是我觉得在舞台上讲自己的情绪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其实很多做喜剧的人内心是很苦难的，然后所以很多时候他说讲离婚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是该笑还是不笑，因为我自己是。
比较你不笑他更痛苦，对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是很复杂，但是我觉得Rock老师虽然你第七名，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在我心中很棒了。啊，谢谢 Rock， 谢谢。好，谢谢大家。那就是 Rock 的这个那个什么话题沉重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情绪凑的是不错的。行，喜剧演员嘛，这个说破无毒，我是一直这么觉得。包括今天老逗海源也是这么，他是真的很难过。但这个事儿呢，你就让他在那难过着有什么用吗？大家都是搞喜剧的，就是把他说破了就好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不就是个节目吗？明年还办呢，对不对？今年没有，还有明年呢，有什么？但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喜剧啊，就是要逗大家乐。如果不乐的话，你就是没有做到位。但很多时候，其实你真正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了，你才知道，他有很多时候是踩着表演者的一些痛苦来逗大家乐。你必须要在这之前做足强大的心理建设和准备。这个可能作为观众大家是体会不到站在台上的人的那种作为分享者的一种痛苦的点在哪儿的，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最高级的喜剧是让人一边哭一边乐的嘛，或者是乐完了以后回味当中有很深厚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做到最高级的喜剧，但我们已经做到了演员可以一边讲一边哭。观众不无所谓是吧？我们演员已经提前高级起来了。是挺难的。我录完这节目最大的那个感受就是我上回还说呢，我说要带团队去支持一下线下脱口秀，我们自己买票去。对，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你说的团队是快乐家族吗？这个让我们的现场快乐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 Rock 的得票情况。哦，哦，我觉得 Rock 的问题是没说透。观众，哦，离婚，那我要听听你这个离婚怎么回事，结果你不说，对吧？这个就很难啊。那观众就觉得你没好好讲嘛。不过我能理解 Rock 了，他能讲到这一步已经很难了。在我们脱口秀里，可能如果有人愿意讲这种话题，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怎样，比我想象的难。他比我想象的，我自己也并不是很满意，但就是可能最重要的是先迈出这一步吧。对。哎，懂生活更快乐。本节目由大众美酒典范的村长酒独家冠名播出。真的跟糖果并列了。天哪，是蒙恩。虽然我是一个新人啊，但是我接下来必须说，你们接下来看到的表演，你将是这一场第一个真正的脱口秀，好吧？哦。其实我差一点就来不到这个舞台上，我海选的时候差一点就被淘汰了，那天直接就把我干懵了，我就已经怂了。因为海选之前我特别的自信，有一个选手报名表上面就问你，就说你最想挑战的是谁？我当时想都不想，就是李诞。这次正式拍摄的时候，导演又问我想挑战谁。挑战自我，实现突破。我连庞博我都不敢多看一眼。然后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有个朋友，他是做选秀的导演，他跟我说，你讲什么不重要，你要上节目想火的话，关键要有人设和标签。然后他甚至为了证明标签的重要性，他拿李诞来举例子，他就说，我现在说两个词儿，你说你马上能想到谁？一，诗人；二，爱喝酒。你说你想到谁？你们把我梗磕破了。没关系 ，The show must go on。但是我跟你说，导演不愧是导演，他马上问我第二个问题。那提到杜甫，你能想到什么？我说啊，啊，你看，这就是杜甫为什么没有李白火，因为他没有标签。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想我的标签，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脱口秀演员无非就这么几个标签，
第一个是地域，你来自哪里？我是一个内蒙人。这个节目最不缺的就是内蒙人，这个节目就内蒙人办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明星脸，就什么交大吴亦凡呀、浙传钟汉良之类的。有人说我长得像白举纲，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觉得白举纲他似乎也需要一个标签来向别人证明他是谁。我说我是脱口秀白举纲，就跟我说我是脱口秀杨志宏一样。你们知道杨志宏是谁吗？你们当然不知道了，杨志宏是我大姨夫。我甚至为了找我的标签，我去回看了上一季的脱口秀大会，我看他们都起什么标签，结果他们起的都什么脱口秀大王、脱口秀太后、线下之王、炸场王、爆梗王，连谐音梗都能有个王。你就感觉脱口秀这个新兴而小众的行业里面居然充满了帝王将相。我来参加脱口大会就像去了太平天国一样，什么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这些人。中国脱口秀只有一个工人子弟，就是赵小慧。我真的是从小没有标签。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蔫的小孩，你们知道吗？就是蔫到什么程度，就你们以前的班级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小孩，就这种小孩长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小孩长得就让你觉得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很痛苦，我为了去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甚至做过很多那种叛逆的蠢事儿。那时候武侠小说特别流行，所以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帮派，是由一群不爱学习的中二少年组成，然后他们会用他们文化水平的上限给自己起一个又 low 又霸气的名字。在我们学校这个组织叫六中七匹狼。当时我真的想加入他们，但是他们的名额已经满了，然后我求了半天终于加入了，就导致六中七匹狼我排第八。加入之后他们就搞一个仪式叫歃血为盟，割破手指头写血书。这个仪式我们搞了两个小时没搞完，倒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流这点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歃血为盟的歃字怎么写。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要逃课出去和别的学校的门派切磋，第一次出去切就被人切磋得很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输在了人数上，对方叫一中十三太保。而且我们当时人还没来全，就是六中七匹狼，应到八人，十到六人。为什么呢？因为三郎和五郎没写作业被老师扣下了。从那天之后，我们老大立下了一个帮规，以后逃课之前必须做作业。我说等会老师，老大等一下，如果我每天做完作业再出去的话，那就不叫逃课，那就叫放学呀。所以在我们老大的带领下，学习成绩蹭蹭往上涨，架没打赢几场，学习成绩上来了，文化水平就上来了，六中七匹狼从命改名六中七贤。这就是一个特别讨打的名字，你们知道吗？有一回我就被人堵在胡同口了，上来就问我，哎，你就是那个七贤里的老八呀。我说是怎么样？给我打。我说等会儿怎么了，我怎么招惹你了？是我妹妹让我来找你。我怎么招惹你妹妹了？我妹妹说你老放屁影响她学习。吓得我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我说大哥你在哪儿？我说没堵出来，赶紧过来。结果对面传来特别小的声音说，哎，杨仔，我正在考试，考完试就来过来。我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来考试？你快来快救我啊！行，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茅屋为秋风所赋歌》的作者是谁吗？谢谢大家，我是莫恩。终于把自己吹的牛给圆回来了，好，太牛了！谢谢莫恩。我想更正一下，我表演的不是真正的脱口秀。太荒唐了。破了梗那一段是什么？他什么诗人，什么喝酒，他想说李白，结果下面有那个坏蛋就说李白，他节奏就乱了。其实你得大声的说出来，不然你不说那个杜甫也不成立，杜甫不成立，你现在这个敌也不成立。好在有太平天国帮助你，没有太平天国你就完了。王老师觉得怎么样？挺惊喜的吧，因为之前我没有看过。他是新人啊，是新人是吧？那新人这样的话，我觉得前途无量吧。加油！
哎呀，哎呀，其实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沙宝亮。有人说我像宋仲基，算了，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只能说发型有点像。对，谢谢罗老师，听我吧。对，只上过一期啊，大家就只看第一期就好了。真的，我当时计划就是第一期先谦虚的讲一讲，我是思文的老公，我吃软饭，然后在后面再发力，证明我不仅是思文老公，还特别厉害。结果就只上了一期，不单没有摆脱思文老公这个身份，反而坐实了。这个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呢，我又去了奇葩说，表现非常的优秀，对吧？对，真的很优秀啊，我太精彩了啊，这个是吧？而且我们队也非常的神奇，就是队内谁厉害就淘汰谁，所以我走到了最后啊。但是上这个节目我有一个遗憾，就是最后没有拿到 BB King。哇，真的就便宜了詹青云啊，真的真的，很多网友都表示不理解，说哇，程璐还有资格争夺 BB King 呢。哇，真的很好，就是你想想，如果我真的拿到了 BB King， 今天就是以 BB King 的身份参加脱口秀大会，然后突围赛没有过，那你证明脱口秀行业得多厉害。到时候我就是行业之光，对吧？不过上那个节目也不是没有收获了，就我在那个节目哇，集中练习了大量的吵架技巧，天天练习开杠。哇，我现在吵架已经非常专业了，所以我现在在家里的地位已经提高了。思文每次想吵架，我就跟他说，你确定吗？对方辩友。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饭碗。思文当然也不示弱了，他说，哎呀，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于是我俩辩论了起来，最后我赢了，家没了。我成果挺好。之后呢，我还上过一个节目了，叫做做家务的男人。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咋想的，做家务的男人也太不适合我了。你看我又不做家务也不男人。我记得其实前一阵的时候，疫情期间嘛，挺多夫妻离婚的，就是在一起待得太久了，就很容易厌烦。其实我还挺紧张的，我就在想，哎呀，万一我离婚怎么办。我就去网上搜索了很多夫妻如何相处的话题，比如说离婚后软饭男是否能给前妻要抚养费，比如说离婚后软饭男该如何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离婚后该如何寻找下一个独立女性。超出橄榄枝。好，有保证了啊，有保证了。哎呀，太好了，成哥的现挂能力是没有问题。我当时其实挺紧张的，我就在想，以思文老公出道的我，离婚后我是谁啊？程璐，程璐是谁啊？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不，这不是程璐，这是建国啊。其实呢，哎呀，其实我俩考虑离婚是放不下的，就最放不下的是海源啊。毕竟海源才35岁啊，这个是个涉世未深的中年啊，而他的好朋友就要离婚了，你说他该如何承受这样的事实啊？放心，海源，即便我俩离婚了，我们还是爱你的啊，我们会尊重你的选择啊，你想跟谁就跟谁啊，而且我们周末会一起去看你的啊。不过啊，我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就想离婚就离婚嘛，也许离婚之后是吧，会对讲脱口秀有好处，会有新的素材。但我很快就想到了 Rock。 因为他也离婚了，对吧？上一届脱口秀大会也讲了离婚，结果效果就跟他的婚姻一样失败。我不劈他我都很难受，你知道吗？所以说喜剧演员最大的悲哀不是离婚，而是离婚还不好笑。所以希望我能离一个好笑的婚啊，
而且哎呀离婚很难的是要面临跟父母如何交代的问题，你说啊，尤其我身份很特殊，你说、啊、我回到家我跟我爸妈说我跟思文离婚了，他们肯定很震惊啊，啊那我家岂不是没有明星了。我说爸我也是干这一行的，我可以努力嘛，我努力再找一个嘛是吧，再找一个女明星，你知道张雨绮吗？他应该不会嫌弃一个离过婚的人啊。而且他已经为我拍灯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张雨绮，我是成龙。我觉得我的灯好像都不是很光彩。你的每一个灯都来历不明，我跟你说。都是跟脱口秀没有什么关系。雨绮姐拍的那个档口是说她要找下一个的时候，雨绮姐给了她一个鼓励，对不对？对，我是觉得就是独立女性没有多了一个机会嘛。对，给了一个鼓励。然后我给了一个，最后罗老师的点是哪个？我那个是反射弧比较长，笑到前边的那个。谢谢谢谢，终于笑到了，但是正好笑到了点上啊。罗老师之前看过吗？还有他跟思文？对，看过。觉得谁好点呢？我不知道怎么讲才，就是不是很冒犯吧？就我喜欢他的多一些，对。哦，谢谢。所以太不冒犯了，太不冒犯了。等思文上来，你再说。对，我就不知道后边应该怎么办了。那我们恭喜成功网获得三档进入晋级区。我大概是八九年前来到上海的，来上海就是在做今晚八零后脱口秀。我就当时就是找不到工作，然后这边让我来我就来了。我们的叶导说你们去台前讲一讲，万一行。谢谢大家，我是建国，谢谢。后来是纯把脱口秀当成一个工作，我记得是500块钱吧，500块钱演一场，很多钱呀，500块钱演一场，我现在都有点想演。我们掌声欢迎王建国。啊，这个行业已经比以前发展了很多了，比以前强多了。我们有了自己的一些观众，这个对于讲脱口秀的人来说是个好事。我从80后第一季就开始喜欢建国了，喜欢到现在已经7年了。建国，我第一季在台下看着你拿了亚军，这一季我希望我能够在台下看着你拿冠军。脱口秀这个事业是我唯一的主干事业，它其实在我整个的人生中，整个的规划中，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位置的。这整个这一季下来，就是我更喜欢脱口秀，爱上脱口秀了。脱口秀的内容上真的比2年前、3年前会好很多了。反正大家品味都是在逐渐的提高的，在总决赛上我就好好表演，好好比这最后一期。让我们欢迎我的朋友王建国。哇塞！朋友们，你们好吗？啊，好啊，好好好。那你说说你好在哪儿？你说说你好在哪儿，好不好？别生气，没事，这只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活跃气氛啊，不太成功，没关系啊，没关系。其实我的生活一直不太好，我生活的非常非常的纠结。我就特别羡慕我东北的一个朋友，他从来不纠结，他们家呢遗传吃螃蟹过敏，啊，祖传过敏，也不知道为什么祖传的这么具体，他就非要吃螃蟹。真的，我去。去年去他家跟他喝酒，他死活都要吃螃蟹，就过敏了嘛。然后他就一边吃螃蟹，一边挠胳膊，一边喝酒，一边挠胳膊，一边跟我唠嗑，一边挠胳膊。到最后我就感觉我跟一个猴在喝酒。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大哥，你怎么这么肆无忌惮呢？他说我都35了，我妈已经懒得管我了。我说那你爸也不管你吗？正说着呢，他爸在那边推门进来了。哟，孩子们，喝着呢。我这个也是刚喝完呢，也刚喝完，特别的滑稽，那个画面真的太滑稽了。父子二人齐心合力，
把整个家庭气氛营造得跟花果山似的。但是我就是特别羡慕他们，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嘛，你要么你就别吃螃蟹，要么你就多挠挠。但是我呢又舍不得螃蟹又舍不得挠，我就特别的痛苦。有的朋友说，对，你要是能忍着不吃螃蟹，你也不至于胖成这样。这是个比喻啊，这是个比喻，这只是一个比喻。我呢知道自己胖，知道自己很胖。前一阵子上海刮台风嘛，然后我就趴在这个窗户上看着各种行人被吹得东倒西歪的，我就心想，我这辈子没见过台风，我出街体验一下呗。我就推开家门走出去，站在街上站得贼稳，特别的稳。然后我就觉得老天爷非常的不公平，你想那些风吹过去吹那些90多斤的人，吹的俩脚都快离地了，风吹到我这边，大自然对我无能为力了。我就感觉在街上站了5分钟之后，那个风吹过耳边的声音就是这样的，你好胖啊，你好胖啊。我知道胖非常的不健康，可是我问你朋友们，可乐不好喝吗？徐峥老师，火锅不好吃吗？对不对啊？东风风神奕炫汽车不好开吗？我知道忽然念广告不太好，可是东风风神奕炫汽车却特别好，一溜黑科技都是回头率。好，你让他回头就我们回来啊，我们回来。我就念了怎么着吧，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啥意思呢？就是我知道胖很不健康，但是我又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但我吃的时候我又会非常的闹心又负罪感，就是各种选择都特别闹心。我人生的所有选择都是选什么都痛苦。我真的，我前几天我打算买一个就是斜挎的包，就是单肩的那种背包，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刚到30岁的人呢都拒绝承认自己已经30了。于是我就跟服务员说，服务员你给我来一个颜色清淡一点的包。服务员根本没理我这套，径直走到这个货架上，拿下来一个纯黑色真皮挎包，挂在我身上说，先生你试试这个，这个跟你特别搭。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什么玩意儿？你看看这个颜色，它怎么可能跟我搭呢？你拿我当什么人了？它为什么会跟我搭呀？我回头一看镜子，好搭呀。好搭呀，怎么会这么搭？后来我就意识到了，我虽然拒绝自己已经步入中年了，但是我的灵魂拒绝了我的拒绝。我看着那个包，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好看，越看越喜欢，看久了甚至还能给他提出一些小建议。我就是觉得你这个包那个肩带啊，虽然是好看，但是吧就是总感觉不如那种直接手拎的包得劲。哎呀，手拎的也不行，手拎这样。服务员这样，你有没有那种就还是纯黑色真皮的包，然后这么大的能夹在腋下的那一种？你拿给我好不好？结果我就真买到了一个类似的包，拿回家一次也没拿出去过，因为我拿回来了又开始怕别人笑话我土。真的，我就是这么的纠结。我是多么想当一个纯粹的中年人呀，不是现在这种30多岁这种半拉科技的，是不是中年的新人？我不要当这样的人，我就想当那种55岁往上的纯血统的中年人，中年的末班车。我就想，我现在路过一个潮牌店，我就看服务员要拉我进去，我不好意思不进，因为我不进去显得我买不起。你等我55岁，我看谁敢拉着我啊。潮牌穿什么潮牌？大爷，我55岁了，我这个身体已经不能受潮了。还给我推荐什么船袜，什么船袜，不买船袜晕船啊。我跟你说，服务员，你给我来一双灰黑色半透明尼龙袜，我要用来搭配我新买的深棕色镂空真皮凉鞋。来，服务员，来，服务员，你再给大爷拿一件纯白色的背心啊。要哪种材质的背心呢？就是那种走在街上随手一卷就能卷到这儿的，象征着我们中年人的性感，而且还要卷完了一撒手它绝对不会往下掉的，象征着我们中年人的稳重。可是我到了那个岁数，我就真的能开心了吗？我不能。我纠结的性格就是一定会在放下负担的同时又捡起新的负担。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王建国，你这个表演都快接近尾声了，你这些玩意儿跟主题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每一句都是跟主题有关的，笑是生活的解药，这话我承认，但是这句话对我来说永远会有后半句，就是是药三分毒啊！我很想快乐，但是我又无法承担快乐的代价，所以我就只能这么不快乐着。千万不要学我，好不好？不要这样。最后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短特别短的小故事，就是我特别爱逛菜市场。前几天呢，我就去菜市场里走了两圈，两整圈，挑到了一个卖菜最便宜的小摊位，走到那个摊位前面开始讨价还价。我就说，老板能不能便宜五毛钱，便宜五毛钱好不好，交个朋友，便宜五毛钱，虽然这些东西总共就九毛钱，但是便宜五毛钱，交个朋友好不好，再多送我两根小香葱。我正在这块享受生活呢，忽然旁边一个大姐认出来了，说王建国。我说明星买菜也讲价啊。我当时感觉，我其实我现在反思过了，我回一句什么都行，我开一个玩笑哪怕它好笑不好笑，回一句什么都行。但是我下意识的说出了一句话，我说没有，我拍戏呢。我非常看不起这样的我自己，真的，我非常看不起。我就觉得，我真的希望我的生活要是拍戏就好了，至少还有机会重拍一遍，是吧？谢谢大家。喜欢建国的观众不要忘了投票，三、二、一，请锁票。徐峥老师以前看过建国的表演吗？看过，看过，好像东北风。东北风，东北风啊！这建国第一次表演的时候，我就听说他是东北人了，啊，但是却居然不是二人转，还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一说东北话，就很容易就说成二人转了，啊。其实我这个表演风格也挺二人转的，其实我就是人缘不好，少个人儿，没人陪我，只有一个人。是是。我们这一期因为是总决赛，所以所有的投票权力都在观众的手里。啊哈。连什么连这种爆梗的这个也拍不了了吗？都没有。因为总决赛嘛，对，怕咱们四个作假。我就想过来拍这个，结果就拍不了。嗯，刚才他的整个前半部分，我都是想拍灯的过程，因为说的这中年危机的事儿，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内心感受。于老，哎，你看于老师身上这个背心合不合适啊？我就想要这样的。我天哪！于老师太不在乎身份了，这是就都这岁数了还有什么身份。这是特别有感触，真的特别有感触。这个尤其是我还一过35以后，就突然之间那时候在各个在剧组也好啊，在我们的这个后台也好啊，就开始有人，之前都是小孩兄弟哥们儿啊，一过35，突然那年我感觉就开始有人管我叫叔叔，然后到现在有人都管我叫爷爷了，真的？我们德云社后台里叫老祖的都有了，啊，我们徒孙都有收徒弟，你们才是花果山呀，这也太像花果山了。对，所以一下就感觉，就是你说的那个段子里说的一切心态都有。我感觉我到了30岁之后，突然好像心态什么都变了，体力也下降了。对，会，对，体力就没好过啊。对，行吧，体力不是这玩意儿才下降的。好，我们谢谢建国，谢谢，好，谢谢，谢谢。神啊，我老公我老乡。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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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好，我是黄西啊。谢谢，谢谢，非常荣幸来到脱口秀大会，刚刚看了这么多年轻演员的精彩表演，讲实话我压力非常大，这有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你们真的太优秀了，真的。但我就想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去白宫演出过吗？被通缉前去不了吗？那次白宫演出是挺成功的，到什么地步呢？连杨澜都想采访我。都已经采访了。对啊，采访我之后，他就不做杨澜访谈录，改做了另外一档节目，叫做《天下女人》。我特别自豪，因为我以一己之力让杨澜老师对天下男人失去了兴趣。
后来我那个表演视频传到了国内，也挺受欢迎，我当时就觉得中国也能做好脱口秀，所以我2013年就回国了。我2013年回国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我比脱口秀还火。其实那时候吧，也有好多机会，有一个投资人给我投了一大笔钱，让我做一个线上脱口秀节目。没过多久，他又想把钱要回去，想去投区块链。结果前几天他又厚着脸皮来找我来了，他说：“哎呀，黄西啊，你们脱口秀挣钱了哈，能借我点不？”我还一直在主持一档节目，叫做《是真的吗》，那是一档部分脱口秀，而且有一部分是生活类节目。里边有这么一个段子，就是我是一个学化学的，所以大家一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拿自己做过实验，挺平常一个段子哈。但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段子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段子是当时的一个叫做李诞的编剧供稿的。而且我们还没用，谁能想到啊，7年之后李诞竟然成了中国最火的脱口秀演员，我是挺感慨的，你知道吗？李诞如果不是我当年把脱口秀引到中国，让他在中国发展，就不会有脱口秀大会，我今天也就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来参加海选。谢谢李诞老师。别瘦啊，这个出汗了。是这样，那个这几年吧，很多年轻演员都火了，你说我心里有没有落差？当然有了。大家知道吗？现在周奇墨都已经是脱口秀 OG 了。真的，如果周奇墨是脱口秀 OG 的话，那我肯定是脱口秀在天之灵了。我到现在还是每年都做巡演，有的时候在线下遇到一些新的脱口秀演员还给我翻白眼，觉得我最近没上一些线上综艺节目，没有必要给我好脸色看。但是吧，我对这个事儿看得比较开，因为我这人是经历过低谷也经历过高潮，真的每一个演员的职业生涯吧，都有点像过山车一样，有高潮有低谷。我就感觉你现在牛就牛去吧，我在低谷等你就好。到时候也欢迎所有的脱口秀明星们给我供稿啊。哎，谢谢大家，我是黄西，谢谢大家。哎，哎，好，谢谢，谢谢，谢谢黄西老师，恭喜黄西老师获得4等晋级。哎，好，哎，谢谢，谢谢，谢谢各位领笑员，是吧？领笑员，领笑员，应该的，应该的。对，黄西老师说完之后，谢谢之后，马上应该难忘今宵，应该已经压轴了，就结束了啊。黄西老师，我觉得他特别有这个真正的脱口秀的精神，就是我觉得能够以自己这样的一个经历，今天来到脱口秀大会，就是来面对大家的一种评判和后浪们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脱口秀的精神，也特别感谢。了不起，今天我确实精力不太足。因为我特别爱看那个 Saturday Night Live 什么的，然后还有那个之前一些那个他们晚上那些脱口秀节目，一个中国人出现让我觉得特别神奇，然后中间又说的特别好玩，让我觉得，我当时也觉得如果我有一天能去那边说也挺高兴的，没想到李诞老师出现了。他带领了中国又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也来要感谢李诞老师能够有脱口大会这样的节目也出现了。对，李诞老师实现了我没有能够实现的理想，真的确实把脱口秀在中国也做火了，确实不容易。对，李诞老师受不了干什么，折寿折寿，不要紧。
刚刚黄西老师不提到我给他供稿吗？我确实当年给黄西老师写过很多段子，然后这是属于接私活，所以有很多我也忙不过来。其实那些东西呢，很多都是王建国代笔的。可是钱你也有分走一部分呢。那不然我干什么中介呀？我肯定要分走一部分。非常期待黄西老师后面的表演。哎，好，哎，非常感谢大家。我就觉得今天能有机会跟年轻脱口秀演员来切磋一下吧，我真感觉是不虚此行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这些年轻演员里边确实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就希望大家在比赛中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对，那个将来有一天大家也会说，哦，我当年是看你们在脱口秀大会上表演，想讲脱口秀的啊，是，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讲的这个水平，谢谢大家啊。那我们恭喜黄西老师进入晋级圈，你去哪儿？先进点，进点。走了。晋级区。哎，朋友们，你们好吗？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这两天我一直都没有睡好。昨天晚上我给汪面打了个电话，我说：“冕哥，你是大王。”你教教我，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们也说很简单啊，你就在你的段子里面加一个乐器。我说加乐器那叫脱口秀吗？他说你只要好笑，你就是正宗的脱口秀。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像黄西老师一样的正儿八经的美式脱口秀啊。哎，我就一上台，哎，朋友们，你们好吗？这可以什么都带了，太过分了，怎么开始干这种事了？开玩笑，我怎么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啊、来聊聊我最近的生活。我最近回了趟老家，发现我家里的叔叔舅舅们都喜欢养一些非常小众的东西啊，比如他们特别喜欢在脸上养一根毛，就这儿有个大痣是吧？上面一个大长毛，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根毛就是我们家的时髦，你知道吗？我说我给你剪了吧，他说我这个不能剪。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这个呀叫长寿毛，剪了就会死。我说哦，那我怎么更想剪了？我说你，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害怕我们这帮亲戚，因为小时候。我家餐桌上要是出现了三个或者三个以上这样的亲戚，那我就知道完了，今天八成是要表演个才艺了。我妈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8岁那年的春节，那天我吃饭吃得好好的，我妈突然来了一句：“来，展航，那什么，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吧。”我心想 ：“Why？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呀？”后来才明白，我妈的这个行为，她的学名叫献祭。要想让年夜饭的气氛达到高潮，就必须献祭一个小孩的所有的尊严，你知道吗？献祭。我能怎么办？我一个祭品是吧？我说那个我也不会什么的，给大家跳一段广播体操版啊。然后就站起来，当着十几个不太熟的亲戚的，那是一二三。家里面亲戚看我的表情都是。你想好啊，要不你还是歇一会儿吧，还是让你那个小妹儿给大家表演个才艺吧。我心想，我小妹儿比我都小，她能表演什么？表演眼保健操吗？只见我小妹儿优雅地站起身，打开了钢琴盖，演奏了一首卡农。卡农，我广播体操，她卡农，你知道吗？我当时就特别不明白，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公平的一场比赛，为什么用乐器，你知道吗？然后我妈就带我去报了一个兴趣班，然后就学习快板。不是因为我们家热爱曲艺啊，纯粹这个东西方便展示，你知道吧？我说妈，大年三十年夜饭我在这打快板，是不是有点像要饭的？我妈说没有关系，气势上不能输。之后的春节我就很忙碌了，因为我妈会带着我去各个亲戚家去巡演，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还要赶场。我真的说那段时间我收压岁钱我根本不含糊，我觉得根本就不是压岁钱，这个叫为内容付费，你知道吗？
我出卖尊严，你收获快乐。但我不知道我妈怎么回事，就一有亲戚给我塞红包，我妈就出来跟人家撕吧。妈就说，就跟李诞似的，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他撕不到激烈的时候，他特别像是一个在菜市场跟人吵架的 rapper。正常 rapper 前头是这样的，正常 rapper 是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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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我妈是哎哎哎哎，你再给孩子钱，你给钱干什么？你给孩子钱，他不能要你钱。他这么好现在。那有的时候他们撕不起了，你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那边别给他，别给他，别给他，别给孩子，给孩子，给。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就吵起来了。有的时候我妈为了撕吧不要你的钱啊，甚至还会对你恶语相向。真的，去年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三舅给我包了个红包，三舅说来来小豪来，三舅给你包，不对，三舅是这样的，来小豪来。三舅给你包个大红包、啊、这时我妈突然就过来了，哎哎，你个老光棍，你刚离婚又没有工作，你给什么钱？你给钱。三舅一听，给孩子的又不是给你的，给孩子，给孩子，我孩子考挺好，你孩子啥也没考上，你给什么钱？你给钱。大过年的不是喜庆吗？喜庆你家狗都死了你还跟他喜庆。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三舅为了给我500块钱蹲那儿哭了一宿，你知道吗？长手毛都哭掉了，你知道吗？后来长大我才明白，我妈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她就是刀子嘴电锯心。这就是刀子嘴电锯心，我妈就是大义灭亲，大义灭亲。还有一个，谢谢大家，我是郭德纲，谢谢。哎呀，感谢郭展豪带来的正宗美式脱口秀啊，很精彩。上一季吐槽大会同样凭借乐器夺冠的大张伟老师没有拍灯，是为什么呢？我要看他跟豆豆两个人 P 了。哦，哇，点名了。